手就是要稍微超过耳朵就好，超过它，一见细柔细啊，哦，稍微就是手指头有感觉，有到吧？有哈，力气就是它就有一点这样，或是站过去。哦，有一点弯回来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一点点。然后那你们再配上音来一杯，去。我下好，你知道那个诀窍了哈？啊，知道知道。你跟阿公，你出来都笨手，顺耍来遛狗。徐伟告公，你遛的是一只狐狸家。喏。讲话啊！讲话啊！哎呦 ，Honey，Honey， 你是不是？我是不是？我是不是？对不起你啦！什么家伙？很难演哎，死了！我们对于这个惩罚，我们也很爱看。哇，那惩罚真的是很可怕。对呀，因为现在惩罚越来越可怕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小玉哥哈，他一直很想当一个演员，对，他已经是演员，但是他每次都演帅帅的，都没有被欺负过。不晓得两位可不可以指导他，在八点档中很经典的大巴掌，打真的吗？来来来，好久，好来来来，好久没打真的，快点。小玲姐，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，也不需要这样指导他一下。好想打真的，因为我讲的以前的八点档呢，大部分都打真的，就一个巴掌过去，有削弱一点，对不对？没有 ，OK 的 ，OK 的，就是都打真的，要会有声音的。就你先不要跑，就是要有声音的。是。那后来因为要惩罚坏人，惩罚坏人，你打巴掌人会越来越多。对。所以你大概一个人上去赏两个巴掌，大概八个人，八了就16个巴掌，打你巴掌，16个巴掌，那多可怕！不是那个打下去脸都肿了，不行。对，所以说我们打巴掌就会借位，就会用借位的。你教我先跟示范一下，嘻嘻好了。因为女生当然比较好一点，就是我们现在看镜头，就是说看导播要带哪一个镜头。我们然后如果一号机对，如果是带这个镜头的话，我们的手就是要稍微超过耳朵就好，超过它，一见细柔细啊，哦，稍微就是手指头有感觉，有到吧？有哈，力气就是它就有一点这样，或是站过去啊，有一点弯回来的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一点点。然后那你们再配上音来一杯，去，有像，就是就会，我们要连打四掌。啊，我来，好，我来。你知道那个诀窍了哈？啊，知道知道。突然回到那个害怕场景，因为我很怕打到人，因为我被人家以前打过，知道，然后刮到脸，然后所以。所以我的指甲剪得很短，对，所以我很怕打人。哦，你来，小一点，我们一点小小的剧情，好，哦，小小剧情，小小剧情，女朋友，哦，女朋友牵着女朋友，正宫看到，好，发生小争执啊，来了，来，妈。这喜欢路边友了，不是啊，是你跟女朋友私会呀，私会，跟女朋友一天我骂哎，我喜欢喜宴正宫哎，我祝你正宫康泰啊，你跟我骂哎，带着女朋友逛街的路上，正宫刚好度掉，好 ，OK， 好，然后糟糕了，好，飞机打掉了，准备喽，好 ，Action。Baby 啊，阿丹妹妹加啥？加十三锅。啊，十三锅。好啊。你哪里去啊？你不是跟我讲，你出来都笨手，顺耍来遛狗。徐伟告公，你遛的是一只狐狸家。喏。讲话啊！讲话啊！讲讲话。哎呦 ，Honey，Honey， 我是不是？对不起你啦，什么家伙？白痴吧？喜欢不丢吗？三，你家有抓到吗，导播？
有像吗？被惩罚也很难，有抓到吗？很难演哎，死了，很难哎。今天我喜欢抓头发，因为抓头发就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抓头发，然后就打。对，因为其实这样抓头发，其实被抓的不会痛，就抓的有技巧。对，不，那个外面有人一直叫我，好，对，一直在叫我，对不对？是。天道来抓人了，是吧？是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来宣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先送小玲姐，谢谢，谢谢你们进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，小玲姐，小心哦，小心。